讲啊，过分的制作单位，怎么样？就不要同张。和尚端汤上汤卡。我是宝石猎人，看到没有？还有，你刚刚好吵。我是一个带劲儿的感觉，太帅了，他是一个先锋。对，好，欢迎我们今天宝石猎人成员李毅孙申普希。那今天会遇到谁？你觉得？今天我觉得他们气势有点弱，他们看起来很放心，而且感觉我们这一路上好像已经打败他们很多次，而且他们有很多串招在里面。谁？你不要自己出来。就是一些花瓶啊，有花瓶啊，因为其实有一些花瓶本来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组合里。结果我先把叉子的挑掉，你亲自把那个毛挑出来啊？不是我亲，不是我挑的。所以怪在我头上，没有没挑，没有。他们五个人，大概五个人都是花瓶。好了，那就来看我们今天到底会遇到谁呢？请出场。亲爱豆豆、诗红、雨缇、艾丽尔，我们集体对号一下，集体对号一下。OK OK， 来，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没错，你还要再自我介绍一次吗？可以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狼杀自卫队。掉落掉，狼杀自卫队。了解，干嘛很凶哎？狼杀自卫队，你们手上今天拿的是什么宝石？我们这个宝石还有特殊的召唤宝石，什么？学人家召唤我们的大哥。好，来大哥来。对，我们的狼杀伙伴们，聚集我们的力量，召唤出我们的狼王吧！你们有剪接吗？帮我们后置的时间哦。我们决定了，这个宝石我们不要。宝石啊，叫什么名字？这是狼宝石。狼宝石，狼宝石。OK， 这种漂亮，自己没有后置。你们是不想要这个宝石？我们想要狼宝，要啊，因为我们要等它。这表情很不想要。狼宝石有点谐音梗吗？还是对，狼宝石。OK， 狼宝石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，因为我们至今都没有拿到狼宝石，好像没有。那我觉得今天应该 OK 了，因为豆豆应该就是来送分的。你前面说的岔的时候就是讲豆豆吗？你是不是吃完嘞？那好，你先说这里面最岔的你就是谁？就是豆豆啊！豆豆什么优秀不行哎？豆豆有强的呀，有来的强，你讲。他有一个抢速度的很快，不是？那是雨婷，那是雨婷呐。对，那是雨婷，是雨婷，是雨婷。我看谁？你想说一个？你始终游戏有赢过我，一定会找到我的专场的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是不是有专场？因为很久也没有就是跟班底见面。前面讲那么满，如果我们今天输了，我们很丢脸，超丢脸的。谢谢你，我们可能就要化成他们变成固定。我们变成大招再来挑战一次，没有谦虚，不会，一定会尽量毛彩玩，一定会赢，一定会赢。好的，跟你们讲解一下今天的规则，我们有三大关卡，那每一关都会累积分数，最后分数高的那队获胜。那如果是我们宝石猎人队获胜呢，就可以得到你们的狼宝石。Oh my god！ 好，马上进行第一关，开盖队对碰。对对碰，每回合每队派出两人来挑战，然后每次呢是一个人到前面翻盖，那如果有配对成功的话就继续翻盖，那如果配对失败的话就换另外一个人来翻。那两人都各翻完一次之后呢，都失败之后呢，就会回去好跟你的另外一个这个队员说一下啊，大概哪一个位置是什么东西呢，就换另外一个队员上来翻盖。好，那如果先回到位置上的那一队可以先翻，然后这个游戏结束就全部翻完就结束了。好，一龙是100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翻的是这个狼人杀的角色图。OK，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就是我们平常在玩那个角色图哈。来，首先我们宝石猎人队派出的是小赖孙申。耶！好，狼杀自卫队是豆豆雨婷。
来，两位先猜拳，决定先翻后翻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游戏我先翻，开始，雨婷先翻。什么？ OK， 什么啊？哦，没有字啊，没有字，只有图哦，只有图，没有字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很难哎。好，翻完了。啊，这好难啊。前面就是先碰个武器哦。OK， 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啊？我知道那什么什么。好。OK， 难了吧？好，三二一，解散。回去回去讨论，回去讨论。一是女巫，然后二四是讨论完先回来的有先翻拳，二是魔术师，先给你两个彩。没事的，第二个人管。好，孙生这一轮有先翻拳了，可以翻。那先等雨婷跟还没要等，等雨婷跟豆豆他们讨论完。都翻上面三个。请问在聊天吗？会不会讨论甲乙丙丁更新？一是女巫，一是女巫，然后五甲乙丙丁的五是警长。在聊美妆吗？还是什么？美妆是不是？对吗？Oh my god！ 你们在录 vlog 后翻拳，那深深请先翻。Lucky Mouse。啊啊！这是谁？魔术师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小赖。哦。好，一个配对成功。聪明哦。赌一个，翻成功再翻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新伙伴啊！这真的是新伙伴哎！新伙伴，我可以再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新伙伴，哎哎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好多新伙伴啊！好，换豆豆，请翻。猎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猎。一二，我真看不懂这图哎。那我翻喽。好，好，那我请盖起来，等我 Q 你们再冲回去哈。三二一，解散。赶快，赶快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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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是预言家，你说二四是预言家，等一下，一二跟二四，好了，然后四三是猎人，四三，好了 ，OK OK， 小赖选上了，先，我改变了，就定位了，因为我已经没，怎么聊那么久啊？对呀，他俩什么啊？才十六个，怎样？我被拖到他晚了，好，雨婷这位，好，小赖请先，嗯，好。OK， 来成功再次配对我们的预言家的部分。哎，有，哎，有用，深深有用，猎人解锁，有用，深深有哎，什么？圣梦？哎，这是那个丁小雨，丁小雨，丁小雨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图哎，他最近白痴，别图了我。他好像在冥想。共姑，请盖。好，换我们的豆，不是豆豆，雨婷。翻的好，可以去翻。他刚刚资讯完全派不上用场，看一下。有哦，有哦，有有有，是有的哦。OK，OK， 女巫解锁。嗯。好。然后怎么会开？没有字，只有图哦，只有图没有字。你怎么会猜这个？没关系，我们用猜的。你蒙一个。运气时刻。OK， 好，记一下哈，请盖。哦哟，我好雷哦，好紧张。好，听我口令哦，三二一，解散。二一，他们解散的好慢。三一是一只黄色的狮子，四是，然后四一是一是一个警察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样的。好来，好来，五是骷髅头。等一下，你刚不是有翻二三四五？五是左边是？对对对对对。五是骷髅头，然后你刚不是有翻另外一个骷髅头是那个？那你去翻那两个，然后加一丙五五最左下角。等一下，等等等，这边最最左下角那个是警长。嗯嗯，对，没了，没别的资讯，没别的，你要去猜。OK OK， 你要去翻那两个。豆豆后归位。好。来，深深，请开始翻。有啊，有出来。OK OK OK。哦。希望他猜错。我就看你雷不雷啊。猜错，猜错。Oh my god！
警卫解锁，守卫啦，守卫，一楼警卫，头好痛哦，这游戏。好。两杯你翻到的全部都你的，太强啊！翻错直接对方了。嗯，你干嘛先给我？你要没配的成功？因为我会成功，啊！太强了，解锁！这个是太强了，对，我有点狼人，想不到吧？各位是狼人哎，各位想不到吧？我是状元女医生，解锁！哇，这是哇，圣梦人，太强了！其他自己去配，因为剩一半嘛，对对对，运气很好，你是翻我没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对到了吗？我都翻到你讲的那些人，然后你就刚刚我跟你讲挤在哪，你就讲二之一、三之一、四之一，我刚刚讲这边跟这边，然后加去翻其他的，我全都记得，你很厉害，你的路的一切我都记得。问一下雨一龙啊，一龙，雨跟豆，你们刚刚在后面到底在讨论的内容是？哦，我们是这样分的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甲乙丙丁戊己，没啥，对啊，要吗？可以啊，一之一啊，你自己在看，一之一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说一之一，有人会搞混，因为一之一，比如说一之三，有人会觉得是这个，有人会觉得是这个，所以你不要讲错，讲不好，你不要讲，这是我们的 paper 啦，甲乙丙丁，我会加上那个上面的图呀图案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什么，我怕看不懂。对啊，三一是狮子，二一是骷髅头，所以这是预设，这要背的东西没有，其实也是设备要背的东西太多，这样就是一 B 就好了，就是背一 B， 一 B 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A B A B C D， 没有，我就想让你把图像记忆法比较好，对，因为你比较好背的，把我当像小学生一样，三一是一狮子，二之一是骷髅头，你懂你用你用，然后我就说四一是一个警察。对，然后是这个说话的人，是有人在打喷的，有人在打喷，可以。那这一回我们就宝石猎人队700分，狼杀队100分 ，OK。下一回合，为什么是关羽？那谁要当第一棒？哇，好，那你们猜拳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要错。还是你要让他们先？敢不敢？对呀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你们敢一次？我们前面那种样子，在后面输到别的都好。然后只输了，到底？现在开始翻两个，我也衰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艾丽儿，请开始。好。不一样啦，好像，这怎么讲呢？好，我先盖回去，盖回去，因为你失败了，一男一女。好，伟静，开始。什么？哪个？哎，我真特准。哪个？这是好难。你们记一下，你们记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玩这个。对对。好，来来，先扯到前面的。图案有变哦，图案变了。记一下，给你们自己欣赏一下。太好玩了吧！好，三二一，回去。高难度。好，正面讨论。是狼，然后二一是狼美。二一是狼。啊，不是一二都行。一是狼，一二狼美，然后三四是狼弟。三四是狼弟啊。二四是一个，它是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是梦魇。OK。好，杨氏，我先抵达。好，等一下，一是狼，一二是狼妹，三四是鬼的狼幽灵。也太难了吧！好，来，直接走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杨氏好，请开始。好难哦，请开始。突然忘记了，不可能吧？请开始。OK OK， 好。好你可以一个一个翻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过关。哎呦！ OK， 哇，好帅，有谁啊？怕他。入的，这好帅啊！到这个等一下，我要 hold 着。好，普星记一下。好，放回去。好，换普星。新角色，完了。
好拗哦，来来出来一点，好像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啊不对，记下记下，一个是晒黑的，你不要提示，去后面哦，好可怕，好记下，好两个都记下，好盖回去，三二一回去。超难，好酷啊！超难，过分的制作单位。一四是烤焦的狼，然后四二是戴皇冠的狼。好，好，伟信先了。我干嘛先来啊？只有这样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停下，已经可以了，慢慢记。好，艾丽尔。好，对了，我要。白骨精背转，杨志豪往后转。好，伟信，请先开始。哇哦。嗯。艾丽儿，继续。一次一个。啊，重复的。哇，这好帅啊！艾丽儿，继续。一次一个。啊，重复的。哇，这好帅啊！哇！哇！完了，输了。继续啊！来了，他是魔王，我觉得他又来了，好笑。好，记一下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有眼镜，记啊，有拍到吗？哈，有哈，好，记一下哦，来，难了，给你们想一下，三秒钟，完了，三二一，起回去。太对的了，是聪明戴眼镜的狼，就这样。因为刚刚被翻到，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戴眼镜的狼王，他可能眼镜有狼王。好，你继续讲。没有，只有一个，因为他刚刚没放错。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一笼哦，先提醒你们一下。好，来，普希，请开始。好，试试。好，来给我过关，下一个。好可怕！哇，对方好多笼，他很爱这一笼哎。对。水母，水母。刚这个翻过了吗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像这两个，怎么办啊？不知道。哇哇！完了完了！好，完了！来，请看。真的吗？完了吗？地了地没事了，是不是？地了，应该差不多。地了是不是？还能添吗？啊？还能添吗？应该不能添了。来，继续。添不了，这波地了。加油加油！你好抖。哇！来来，谢谢。有没有可能翻完呢？还有机会。这波地有没有可能？有机会有机会哦。哇！好 ，Oh my god！ 来，两位请来这边。好紧张！好紧张！你们两个接触你了？刷宝在哪？刷宝在，因为我收到的是一四是烤焦的狼，烤焦的狼。二是戴皇冠的狼，对。然后我刚刚翻到这个，我想说他是戴皇冠的狼，我就翻了这个。哇，不是，这是黑狼王，金狼王，我不知道看到，因为看到皇冠，你们这都很像。眼睛狼王，这个很难的，你聪明好难哦，你要是黑狼很难聪明，戴眼镜的。哎呦，没有，我看你这个应该用特征去记，对啊，比如说戴帽子啊，因为像特征会重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会重复了。对，但我们这一队呢，狼杀队是700分，宝石队呢是100分，平手。下一关你的头在哪？玩这么久平手，你的头在哪？要怎么玩呢？一对一，必须用声东击西的方式骗对方你在哪边，只要头被打到就可以获得100分。好的，第二站呢，非常的刺激精彩，我们的世仇，世仇哪有？伟静跟我们的庆月，所以一对一 PK， 先猜拳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先攻后攻，不因为其实都一样，我先攻，一人两次机会，伟静先攻，庆月请开始躲，伟静我在这里，伟静我在这里，伟静，可以了吗？你在这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最后敲一声，然后要回，让我觉得你不在这里，你一定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大力打下去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？确定了吗？确定。3、2、1，哇！哇！
在这边，想说你就以为我在讲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在不在这里，他会以为我觉得他不在这里。太刻意了，太直接了，打脸吧，可以。来，文静，请开始躲。好，心理战呢？三，我看你用辣椒。怎么样？就不要同脏。三。好，和尚端汤上汤塔。什么呀？塔滑汤。你想好告诉我。葡萄皮。好，想好了吗？葡萄皮。来，三二一。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想说反正也猜不到，直接背段绕口令。他是真的点到那哎，他真的就点到那。好，一比一，各一百分。孙悦，请躲。喂，喂，好难哦。喂，你喜欢的喂，喂，伟静，请开始。你是在这对不对？你一定在这。你以为我觉得你不会玩第二次一模一样东西，但你就是在这。三二一，砍穿你！失败！失败！我他在第一个桶子。好好来，好来换伟静躲。三，你又来了。三。石鼓，石鼓，这个超厉害表演，好了吗？正统。孙志远，请开始猜。推论一下，这个就有逻辑了。哦，因为他刚第一次选这嘛，我觉得我刚刚没有选中间，他很有大几率会选中间，就这里了，来了。三二一，请打。谁？又是一比一。100分，我也平手，来高手交换，完了，高手啊，这会厮杀成这样的今天。好的，现在这一回的开始呢，是一个攻击方，两个防守方。那防守方是没有眼罩的状态下要来躲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是攻击方打到一次头就是100分。打到没打到为止，这一轮才结束，所以头破掉。所以他一直打到就是一直往上抢分，对，抢分的阶段来了。好，艾莉儿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小赖跟李毅请开躲。艾莉儿，小赖最后在这里，哎，开始吗？还没，他们还没躲好。等一下，等我 Q 哦。好，他们就定位置了。好，艾莉开找。小赖最后在这啊，可是他应该换，他换也顶多换在这里。三、二、一。一次来。好难躲，请开躲，请开躲。怎么那么难躲啊？请开躲，66趴。已经确定位置了，艾莉请找。小赖，啊，都是，啊，都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哦。哎，我现在在正中间吗？对，请开早。李毅，对吗？准备好吗？好。三二一。准备好吗？好。三二一。好，目前2棒，请开躲。打他干嘛？
我们要讲话就好了。好，开讨论。好，安静，锁定了，艾莉请走。请问，哇，哎呦，新招，哎。反应都空的不简单哎，对，而且这个太几率太对啊，小了。那我猜猜看，空的是哪个？打到他们躲好了，艾莉。好，请开找。你想不想打到空的？好，打空的，这里好了。三二一。而且他还是说我这次打空的，然后再打到空的。你又聪明了，你好厉害，你又聪明哦。怎么躲到冒汗哎？哇，浑身压力大了。他要空就空哎。对啊，要就有。哎呀，不要空。这眼罩是透明的。都很压力大了，孙孙。怎么可能呢？下一场要九分。对 ，OK， 九分。好玩啊！所以是900分。孙孙加油！双手交换。他通灵哦。好了，这一轮攻击方式，孙孙。二小二是于婷豆豆。来，这真的看不到，艾莉很变态哎，看不到哦。来，准生准备好了，请雨婷、豆豆开躲。还是我跟豆豆先去旁边聊个天，等下再走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从我们头来一下，姐妹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高？太远了，感觉。旁边聊天走不住哎，准生，准生，手下留情啊！先生，我先生，我不是毛俊哎。没有没有，好，已暂定。锁定了，深深请找。啊！我打了一个大的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打到，一半一半，第二棒就是，请开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这一次段王智商好变好低哦。这最后一个吗？你要来，你要摸桌子。这最后一个吗？来确定哪一个？二三，你先，你摸得走，快摸得走，快 lose control， lose control， lose control。打到了，两棒。招数你们招很怪，招数超级怪，真好玩，真好玩，招超美，然后还被打到死了。来，第三棒，请开始。是哪一招？到底是有什么招？我在酒店吗？等差等差，酒店的新游戏哦。好，可以开始喽。等差差等差等差，应该不可能在中间的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他们不会这样子。我躲。要死就打，要死打到下面，要死就打，要死到人家下面。豆豆那边，豆豆那边，你们要再近一点。好，我先带你走一次。他们就定位置了。这个是这个是一啊，然后这个是二，这是三。好，你自己找。你打的时候再靠近一点，不然回到他们。等等，费洛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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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真的没办法。费洛蒙，再打一次你就最后你就满贯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？安静，安静，讲美女，突如其来，没有感觉，这样就会有一阵风。对，不能，不能，没有，你们到达，我就把他送过来。这没风，太远，太远了吧？这我离很远哦。我挡风，我挡风。好，就在聊，聊一下，我们在聊什么？难度吧？这个好好玩哦，真是个屁，好舒压哦。好，我们把舞台打来，你手先借我，就定位置了啊啊。这是中间吗？对，完蛋了，这样猜的，就这个吧。啊！怎么算？你打到了，打到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吗？哎呦，我猜的，
明啊，其实他有放水，那你最后就是他想打空的，拍谁？但是我们也猜不到他会打哪个，还是公布一下这一关的总成绩，我们的狼杀队呢是获得1100分，那是宝石队呢获得是1200分。下一关小矮人足球赛，很难。好的，我们这一关呢非常的刺激，我们先报一下目前的总成绩，我们的宝石猎人呢是2200分，好，我们狼杀队呢是2100分，只差100哦。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会把这个捆绑把脚绑住，然后我们就用手跟屁股移动的方式用脚夹球夹到对方的篮网里，进网的话一队就是100分，一球100分，可以吗？限时5分钟。好，好了，计时开始。没错，没错，你们的球一直在这里哦。你们的球，现在是宝石队一，狼杀队0分，宝狼杀队发球，请开始。OK， 好，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应该要再怎样啊？全场他们支开，不要拉近攻，不要拉近攻。来猜，加油！分两步。好，你的球，我们的球，我们的球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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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计时开始。哎，抓住，抓住他的脚，直接来，他们两个，不要他，不要他管，不要他管。坦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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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中掉了，你挡住，挡住，耶！抢我一个，抢我一下，抢我。等一下，挡上，挡你，挡你！你在谁啊？不要，李毅，霍李毅，烫烫烫烫，不要抢他，李毅，霍李毅，烫烫烫烫，不要抢他，加球，加球，加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加球，加球啊！啊！哎，你进，进，进，进！对，上在动作脚上，上在动作脚上，继续继续。谁跟谁要猜？哦，技术性很差，快赢！快点啊！球线重要，别动！来，好，我们的原地吗？原地吗？线外，线外。等下，先问这 round 先玩完，再问要不要换人。好累，好累。黄队的球，你们可以先 stand by 好， stand by 好。这个铜墙铁壁，我真的会这么脚会骨折，挡好，挡好，挡好，超痛！不要让他们射进来。好。对，直接射进去，不要射进来。好 ，OK。计时开始。快点射进去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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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引的脚，不行，那用手。好，那等下那球怎么算？什么事啊？回到原点吗？对啊。好，回到中间。好难啊！好的，现在呢，双方换了我们的球员，我们狼杀队换成是艾丽尔、孙轩跟杨世侯，那宝石队呢是韦静、孙轩跟李毅，李毅你们呼吸啊 ，OK 吗？一个人快往生。李毅，你最保
岁数了。OK， 现在呢是我们宝石队的球，计时开始。杨尚不要拍，不要，不要去那边手拉手，有人要手，有人可以，有人可以，可以，有人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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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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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把压住，我把压住，叫弄开，还有，是练手速，来，手速，没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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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球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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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加上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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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这边，在下面，回去，好，给你，回去，给你，回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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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推动，推动，推动，杨。原地，原地，那你们的球，等一下，你们要接射门哦，你们可以重走队形，你们可以切换吗？不要再进攻了，重走队形啊，你们队形可以换哦，在这，好，这不换哈，好，选他传球跟射门，他会选一个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对了，球，你们在，你们要在外面发球，外面发球，你们的角球怎么？没，你屁股要在外面哦，加油，好，开始吗？看你们，你们好了啊！他准备拦截，好，来夹球，拦截，准备开始，加油，拦截！艾迪啊，艾迪啊，艾迪啊！红队的球，没关系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进门，对，你想要界外发，你们也可以。完蛋，完蛋，你想要界外发，我发吗？你发，你发。好，好，准备发，准备好了。好，你要发就可以开始发。挡住，挡住。宝石队的球，好厉害！好的，我们宝石队干嘛？队伍重整，我换上小赖，然后李毅换上季普星。好，好，现在球权在宝石猎人这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剩一分钟喽。要吗？要。比赛开始。好的，好，又是一个脚踝，小心，好，有好痛。小心！我大拇指，七月，我挡住七月，我挡住七月，我挡住七月，死球，死球！我挡住七月，走！来，派两个人猜拳，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主要是老布，原地你们的球，狼杀队的，不好，我在那边，被压在下面，我们不能抢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原地开始喽，位置调整好之后。直接拼了啦！拼了，拼了！比赛继续开始，直接拼了啦！直接传给杨尚文啦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！技术犯规！技术犯规！更一次技术犯规喽！啊，你们的球，原地吗？加油！我们狼杀队的球，我们到线后，请回归两队。剩多久？去！你的线好累，30秒，站住就好。我们守住就好，守住就好。哦，这样可以，好。可以助攻，比赛那边他还可以随机，他可以弄进助攻。来，小心，小心哦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，不行！啊！这样，这样，谁谁？然后再上去，右边，再上去，右边。啊！再上去，右边。没事，没事。先去，先去，好，先去，好恐怖！先去，疯了！小心！防守
好痛啊！亲爱的，你听见了？进了一球，天哪，好刺激！今天所有的总分累积是拉沙队2200分，宝石猎人队2300分，恭喜宝石猎人获胜，好险胜啊！好的，恭喜我们宝石猎人队今天获得了蓝宝石，不易啊，算你运气。多难拿，好辛苦，大力汗汗特写一下都还在额头上，谢谢。我是说他们就再不是创作，因为我们刚刚也强到不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冲天气，冲天气。不过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以为今天是很好赢的一局，结果从前面开始平手到一个你知道斟酌一个焦灼到不行，但是其实他们玩起来是默契还是有的，对，有，平常都很都在一起，都在一起，感谢在一起，都在一起，都在一起，都玩在一起，所以确实很平，很平。你很优秀，对。謝謝，如果我们还有下一季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入主。强大，我们在寻找强力的队员。你们想换掉谁呢？没有，我们就对不对？想换掉谁吗？还有09，09是固定的，09是主持人啊。对啊，那好像也只能。孙生跟毛俊想换掉谁？当然是毛俊。我是爱毛俊的，我是爱毛俊。没有，毛俊有一个弱点，什么？女色，就是女色。女生来就会瞬间战力变很低，退一下子缩起来，然后那种傻帅，什么傻帅，毛巾都这样，对，旁边狂教，对我教你怎么玩，我教你怎么玩，我教你怎么玩，什么上去超烂这样子，我们讲狂战人的坏话。我一句小赖，你们会不会玩？就是要这样子弄，这样子弄。希望不要看到这一集。没事啦，我们都有一个人设啦，是吧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今天还是很谢谢大家来陪我们一起玩。好的，挑战娱乐城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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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开了吗？快点！开了吗？